你就是让你妈变成爱生气的疯婆子啊！你就是想要我变成爱生气的恐龙，你就是要啊！我用讲的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听不懂吗？你这样子，我顾你顾得很累。我不要。我今天下午才跟你说过的，该吃的东西吃一吃，吃完吃饱了才可以去玩。你根本给我吃两口就开始这边乱动。是妈咪不会打你，所以你就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你是需要用打才要听吗？要吗？我也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生气，我也不喜欢要打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怕我打你啊？哦，我用讲的你不听啊？聪明的人就是人家讲就要听，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听懂我讲的话？